贝贝啊，哎，我检查一下合同，你车慢点开。好嘞，老板。叫什么老板？不在公司叫什么老板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真是你啊！我靠，马经理，你别说话，老板，马经理是碎嘴子。嘘嘘，别说话啊。哎呀，快快，滨海大厦送我去一趟。哎呀，那个不是马经理，我今天有事儿，我不是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这个客户多重要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赶紧送我去一趟。啊，你那个确实不行，你要不得你打个车，或者是你等其他同事行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合同要是赶不上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赶紧了，你快点。你客户重要，你还等下班再去，是不是？我你懂个屁啊！我不赶到下班点，晚饭你给我报销啊？你报吗？啊，不是。马经理，你这样咱老板知道吗？他知道个屁，我告诉你，老板不在，就是天上掉个钢镚儿，他也姓马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这样是咱老板肯定会收拾你的吧？你赶紧的开车吧，给你送我去一趟，好处少不了你的啊。不行，我真有事儿，马经理。哎，行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，你送我去的，怎么样？啊，那倒是不用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正准备要送他去。哎呀，你有没有男朋友我还不知道，还送你男朋友，你怎么不送你妈去呢？真有意思。送谁妈？不是，老板，我不是老板，我跑。合作愉快，来，老板，资料打印好了。好，哎，江总，哎，你们公司人都挺踏实呀。对啊，王总，上下全部个个都精英。你没理解，你看什么人都用嘛，穿的破破烂烂的，一看农村来的嘛。那个，老板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啊。你等会儿，贝贝。王总啊，这合同先不签了啊？啥意思啊？诚意正心，格物致知。你呀、啊，修明白再来找我。不是，江总。就为了这么一个小瘪三，一个农村来的土炮，你不跟我合作了？哎呀，王总，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，我也是农村人出身。不是，江总，你不跟我签这个合同，有的是人跟我签这个合同。海滨大厦1201，下午2点。江晨，你调查我是吗？忘了告诉你了。那家公司也是我开的、啊、不是江总，不好意思哈，江总，要不然这个合同咱们俩还是签了吧。你看王总啊，先做人后做事啊、嗯、不送。不是老板，你没必要为了我得罪客户，我穿的可能确实穿上去可是什么呀，不冷吗？买几身衣服多穿点。妹妹，这就是你未来的姐夫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呀、啊，姐。必须的。嗯嗯，走吧。出发，老板。那个，我想先给你请个假。请假干嘛呀？不批。不是，怎么就不批了，老板？我都多久没休息了？那每天除了照顾你就照顾你，我也是老人院的，请年假怎么了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请假干嘛呀？啊？那我妈妈过生日，我得回家陪她几天呀。阿姨过生日啊？嗯。你早跟我说呀！啊。我给你准一个星期的假啊，回家好好好陪陪。谢老板，走了。等会儿，这卡你拿着啊，回去给阿姨多买点东西，买点礼物啊。谢老板，嗯，那我走了啊。刘贝贝，又干嘛？让不让我走了？你说你回去一个星期会不会想你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老板，我肯定会想你的。走，妹妹，下车。哎，妹妹。哎呀，姐夫，妹妹也回去啊？啊，这不我妹妹新交个男朋友吗？一起带回家看看。挺帅的啊、嗯，人家认识这么短时间，人家都见家长了都。你说咱俩什么时候是不是？我、哎、姐夫啊、嗯，你赶紧一块儿回去吧，老两口看见你俩肯定高兴。那走吧，他姐夫。走吧。马经理，老板怎么了？加班。两倍工资。不是老板，我一会儿下了进去，我今天不加班。就你事儿多一天。对，就你事儿多，哼。谢谢啊。
不是，今天这咖啡味儿正宗。那给钱吧。哎，给什么钱？过两天一起给你啊。不是马经理，这都第八回了，还过两天？不是你一个小助理，小气巴拉干什么？我还能欠你钱吗？就是贝贝，你请马经理喝个咖啡怎么了？那小气呢？我小气啊？我你不小气，你谁小气啊？你过来，来，我好好说说你。还说他老板？不是。你平时请马经理喝咖啡，你也没有钱。今天不是，那再一再二不再三，他太欺负人了呀！他，你这样，你不光这次喝咖啡不能要钱，你还下次还要请他个十次、20次都不能要钱，知道吗？就是，没错。不是老板，我看起来像个傻子吗？过来啊！你想啊啊！马经理喝咖啡啊，他不给你钱，是不是啊？咱们公司的人是不是马上就都知道了？有人那么能帮吗？是不是？你想他那些客户，谁愿意跟这么小气的人合作？对不愿意。哎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在公司是个什么形象？是不是大气，不拘小节？对对。那么这些客户的资源又给谁？是我，肯定是我。那个老板。那贝贝啊，那个咖啡钱多钱？我钱给你。不要马经理，那个你是我的领导，我应该请您喝咖啡。对，是你领导，我怎么能借你的便宜呢？你多钱我全给你啊。那个马经理啊，买咖啡那跑腿费算不算？啊，算在一起，那个1000块钱够不够？不是这点事儿，你俩一会儿下班解决行不行？啊，这谁加班啊？那老板，我刚才拿过来，我加班，我缺钱。不是那个。北北说1.5，我一倍，一倍啊！啊，对，我一倍，成交。我们下班回去。哎哎，一倍啊！爱情有紫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白色四种颜色。完了，迟到。北北，那个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天天迟到啊？我八块一百。你给我闭嘴！你。你什么你啊，别说话啊，现在高中生都敢这么跟我说话的是吧？啊，我能听清吗？你少用那浓眉大眼来瞪我，告诉你我迟到怎么了？我迟到我把你管了啊！你给我闭嘴，别以为不罚我钱我就会感谢你啊。你这站那儿，离我远点啊！大长腿，我是不会屈服你这高大威猛帅气的老板的，告诉你。给我2000，奖励你。行吧，以后别让我迟到，听见没有？我见一次我心动一次，真的是。老板，我也迟到了。啊？你迟到了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你长得像高中生是不是？浓眉大眼的，大长腿的，我就该屈服于你。我跟你说，不可能的。不是你短肥了是不是？啊？谁让你不用浓眉说话了？8万2000。我这个月的奖金都不要了，怎么样？行啊，没问题啊。行啊，这一局我要输了的话，我给你当男朋友。真的假的？必须。80-90勾圈。老板，打牌呢？啊，对啊。啊，不要。哎，不是老板，你这牌你怎么能不要吧？你不是，你拿吧，你拿吧。这么好的牌不要？那4杆。不是马站着，你别这没事，你看这么好的牌，你绝对能赢，要不要？我不要。不要是不是？炸弹啊！哎，不要，你别掐我，这么好牌，我直接能赢，怎么？我给你打到1年的厕所怎么样？啊？炸弹，要不要？王炸呀！啊，不要，不要，是不是？一个小子，老板，你看我就说行了嘛，是不是？这牌肯定赢，打到1年的厕所啊！马经理啊，你被开除了。贝贝啊，不算啊，不算，重来。哎。贝贝啊，哎，今晚上加个班，把这文件做一下。我又加班？我不加，我天天老让我加班。你不加是吧？我不加。这个文件谁做了？今天晚上这5块钱给谁啊？不是，哎，不，等会儿，那个马经理啊。还是我家吧，你这拖家带口的，嫂子搁家等着你呢。你再说了，你上了年纪了，我也不能欺负你，是不是？我家。对，上了年纪了，更应该上家。哎，这老板，我400。400。我400就加。我300。我你200。我硬刚说，我100。50。我失败。
那那行吧，马经理你加吧。你不喊了？我不喊了，那只正好。正好我这有20，给那个什么，你连明天的一起加了啊！啊，对，给他，哎，钱给我呀，老板。你好好干啊，好好干。不是我，去坐，干活。这，哎，贝贝啊，哎，你今天晚上还得来我家一趟啊？咋的？我家窗帘好像又坏了。窗帘又坏了？对啊。行，我去看看窗帘怎么的了。